他们在白鸽都是下去，我们是在下班。今天有个来自奥斯崔林的粉丝哈，到了重庆，我必须请他吃点重庆的江湖菜哈，让他记住重庆不仅有火锅，还有江湖菜。江湖菜的那个英文啷个说的？好了，我就给他飙两句，方便吗？出去点。我可以，但我要喝酒。你不要怕，不要怕啊，走。好做吗？好做，好做。那个板凳省得起哦，夫人，一个人坐一方。好，来，就反正你那个嘛，给我安排嘛，反正你们最特色的。双椒雪山，然后干烧蛙，还有看你们喜不喜欢吃鱼。我请客是不是？你不能让我等得太寒酸了，要显示出重庆人的豪气，你知道吗？能够10000块钱以内随便安排。那是二百折的话的嘛？哦，那个不要钱，随便吃，现场刷也是说。来，鳝鱼，热炒现吃啊！搞搞搞搞搞，来呀！你们两个太斯文了，我跟你讲，你看我都是这样夹，或者那个辣椒一起吃。双椒水上必须给他把海椒过去，够闷，蒸喽，不客气哦。满口的青花椒，好香啊！我讲都要花椒了，还可以。这就鳝鱼品质好的，它就要脆一点。那个品质不好的，做的都是那种软的。所以说，我们重庆吃鳝鱼好的，品质好的就是要脆鳝。双椒就是个真泡椒的。他说的双椒不是泡椒，就是叫辣椒与花椒啊，哎，叫双椒。来，这个创意菜啊，给大家看一下啊。好，那是皮蛋毛炖哈，那是公筷哈，完了毛炖不见了。还有和了很多的大量韭菜，那个特别的清香。嗯，我那个特别有创意，它韭菜放的特别多，干烧的呱呱哈。谢谢。来，这是公筷啊，公筷，不要客气哦。不是，它那个蛙是拿油烧来着的，骨头都是熟的。这个就是重庆的香辣味儿。重庆为什么江湖菜味道会这么重？江湖菜就像我们以前叫夜啤酒，味道不做大了，那个酒水怎么卖？知道吧？所以说必须味道搞大，必须重口味儿啊！对，来烧的口儿哈，香辣哦，那是正儿八经香辣味儿了。蒸笼椒，哎，蒸笼椒都是专门提香的。这个是璧山的一道名菜，冬瓜兔。它那个也是熟了的。哎，江湖菜一般都要滑油，你看这个也是滑了油的，这个也是滑了油的，都是滑油。它滑油主要是一个是香，二个是它比水煮出来的味道更好。嘴唇再跳都没有，轻微的烧灼感再过瘾。看看啊，泡椒牛肝菌，牛肝菌啊。老板，啷个就这个几个菜就上素，这上素菜了？荤菜都没点两个的嘛，他上两个菜，啷个都上素菜了？我还请客呀，你那个感觉我要下席了呀。哎呀，你看真的，来哟，搞哦。泡椒牛肝菌，汗都冒出来，没有你火锅辣。但是我看着汗出来了，真的汗出来了。哇，那个牛肝菌好滑，有没得沙？最重要的就是没有沙。这个牛肝菌我跟你讲，处理不好了，很多沙，懂吗？嗯，那个二加饭中，澳大利亚吃不了这些吧？味道普通，不对啊，很工业的，它供应链式的预制菜，它不会很重，但它又不对那味道。嗯，我们吃的都是现炒的，是谁？哦，玉秋炫花的。万萝卜鱼球耶，那个是圆鱼球，不是扁的哦。土鱼球就不是那种方的，那种方的鱼球是饲养的。来，喝口汤，这个不辣啊。酸萝卜鱼球哈，先喝汤，再吃鱼球哈。有几种？他吃到那个鱼球的鲜味，吃到开胃了。我舌头都要太臭了。嗯，有没那种下饭的菜？再给我们来一个。儿子，你都是下酒的啊？哎，辣味儿土豆的嘛，香菜黄的肉，好，都是。来，又上了一道菜，他说的叫胡辣鸡，他用的鸡汤，给他拌一下，然后他说的要泡一下。我那个鸡皮子，整喽，来嘛。对。又一次把外地人震惊了。是的。那个鸡汤应该还可以，这个很特别的味道。哎呀，那个鸡肉很嫩，你看这个鸡的皮，均匀皮蛋黄。嗯，这个皮。香凉的。嗯，
我就是好弄，有点特色，它糊而不苦哈。主要是我讲胡辣的最怕都是苦，背后的味道花椒味很浓，然后它那个是拿莴笋丝来打底，很香，闻起很香，它那个油辣子很香。但是它胡辣块炒成那个样子还苦。嗯，我想它那个味是个啥子香味？有一种特有的一种香味，应该就是它那个胡辣椒和花椒油碰撑出来的那种味道。我估计它那个生意好啊，可能是那种创意菜，点多哈。哎，吃稀奇，而且你发现没有，它的菜的调料味不重哦，那种鸡精味、精味很浓的那种，它没有那么重的调味，注重的是用食材味。你要不要搞点饭？我一会儿就吃。我等你，先把饭办去。这个老板有个香菜鸡鸡，你看，哎，那个牛肉那个少，那个全是香菜哟、哦。没有，兄弟，很多。你先吃，你先吃。嗯，好滑，好滑哈。来来来，香菜牛肉。我可能单独那个牛肉可能平平不起，但是加上那个姜菜的话，我觉得很有特色。来看吧，面又来了，啊，凉面，鸡丝凉面了嘛？哇，那个裹起来，光看那个海椒胡辣小面，你看，来来来，继续盖我的饭了呀。嗯，嗯，我就在夜里我的电视上看。嗯，我吃了口那个。鳝鱼，好麻呀！香菜牛肉，香菜牛肉，香菜牛肉下饭了嘛？香不在白个都是下酒，我们是在下饭。我吃差不多了。哇，好爽哦！我想那个土豆泥放在饭里面，然后吃这个香菜牛肉，爽。交给交给吃到这个凉面我知道什么味儿啊，它是那个好的纯菜油，生菜油的味道，爽爽爽爽爽。嗯，愿世界充满香菜。哎，澳洲人吃香菜吗？不怎么吃，外国人不吃这个东西，吃牛皮江湖菜，什么牛皮重庆人，欢迎大家吃过来啊！我还说10万块钱之内随便搞，结果今天才吃678，好、啊，给你看看。